嘿嘿，是嗯，下午还不知道咋弄的。假第一次花，做这个什么？这是血肠，我不喜欢吃血肠，酸菜血肠。我不喜欢吃这个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第吃一胡次萝做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这有，然后给你炒了个这个素炒，卜。我喜欢吃这个。山药木耳，我喜欢吃山，好几种菜呢，这一个。我不喜欢吃山药，我只吃辣的。山药好吃，你自己尝尝。我是这个，别碰！我是这个，我是这个，我你是这别个，碰，你别碰！我是这个。这血肠的皮啥做的？不好咬。你要不吃馒头啊？吃一半吧。给我挂啊！谢谢你。你把这都吃完，我下午去拿钥匙，我就带着你。你要不吃完，我就不带你了，知道了吗？我也是呗。那我就看你了。这还不如不供暖呢，热死了。你吃了，起来。趴下往嘴里扒。往嘴里扒。把这些菜吃完就行了啊。爸爸，我说他呀，到底到吃完药吧？那你就快点吃。吃饱了，走。他还没吃饱呢。你这就吃饱了，咱俩去。爸爸的。你们在这吃。爸爸还没吃饱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手机是看着我还，我看手机不在家里。拿着去。你再不要拿苹果手机去。就拿。不要了。是你爸爸。干嘛？你这在干嘛？我让爸爸吃不行啊。爸爸。我吃饱了。啥？我吃饱了。我还有两个小时。吃饱了，不吃了。这回马上吃。我这还没我。我这还没吃饱呢。那没吃饱，你在这吃吧。我现在不打算吃饱了。
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我下去。